萱萱啊，你知道今天有谁会回来吗？啊 ？Nope。你不知道有人会回来吗？不知道。什么？嗯。啊，等一下你看看哪位有人会回来哈。对。你上课先哈。他上课完，他们应该就回来了。跟我讲，是姑姑啊，还是阿妈？叔叔，应该是叔叔。等下我们就知道了嘿。叔叔啊。欢迎来到我的圈 movie。嗨，叔叔欢迎啊，很久不见啊，我们的嘉宾了，你都不记得。在楼上。哦，在他不知道你回来。Hello。我又回来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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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现在要跟叔叔玩什么？今天要跟叔叔玩这个恐龙。叔叔呢？他用心理战要骗萱萱，他自己就风太大了，摇去了。哇，非常顶耶！你看，因为没有开。好玩吗，萱萱？开始来了，又多一个人陪他。今天又办第二样游戏啊！哎呦！我快点吃了呀！两个在那边找。没有空了，两个人。萱萱先进完了。哎，叔叔累呀。快点看呢。叔叔。年纪大了。OK， 接下来玩的第三种游戏。Ready。现在已经是进行到第四个游戏了。喜欢叔叔回来，是姑姑回来，都喜欢呢。叔叔回来也是要享受槟城的美食。来，爸爸拿这个东西给萱萱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榴莲。哎呦，小榴莲哈！你的芭比都有榴莲吃啊？我们带阿妈跟叔叔来吃早点，萱萱在上课。萱萱在找姑姑。有求必应，他时间一有，然后叫叔叔陪他
玩，他就陪他玩了咯。虽然现在要睡觉了咯，那没有谢谢叔叔啊。你的心里只有姑姑罢了啊！姑奶萱萱，叔叔心寒啊，叔叔。姑奶奶，你现在在跟叔叔玩什么？剥鸡蛋。剥鸡蛋呢？好厉害！不是假的。哎呦，先快死你！哎呦，找到了一个，然后。一个难的，一个容易的。难的容易。是不是很入戏？那个是容易的。嗯，拿到一个了。我看起来是这样子，馒头里面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就是在塞开里面的。你要不要给叔叔一点心？大概是在这边的。很接近啊，叔叔。很接近啊。都没有放馒头里面。叔叔一起看看什么呢？你知道爸爸和叔叔在做什么吗？他们在种榴莲。哇，这个是榴莲树来的哦。一次。将整个放下去的咩？榴莲要五年过后才可以吃哦，才有榴莲哦。太长远了。哦，萱萱才进场罢了，就已经种好了。没有，刚刚一分钟就好了。嗯，那大家一起努力的在耕耘。萱萱啊。叔叔跟阿妈的最后一晚了哦，我不伤心。为什么？下个星期我会看到阿妈又开始拌了。哎呦！不要，我放弃。不要，你不要去。我去。又再次满载而归。拜拜。视频请订阅，拜拜！我很期待跟阿妈和他们。